这个叫彻查塔，所以他会用不同的地方打，比如说幽静的 different area 叫彻查塔。好，接下来是彻查塔哈，接下来他会用音掌，就是音掌啊，刚刚你看到这边是音掌，音掌就这样哈。用两掌了，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两掌了，分两列啊。好，这是很明显的啊。现在他会用斜角的两个，啊，不打他的两个啊。接下来呢，他会用反掌的，用巨大掌。